接下来我们要用这个星矢搭艾尔莎的玩法，那我们来打一下九峰试试看伤害。直接简单粗暴，这是怎么玩？开主动技能就对了。好，我们洗技能。哎，这对血量真的蛮少的。好，那我们回个血。可以，来，接着艾尔莎开。我的糟糕！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有新珠强化珠这样就没问题。这样可以吧？好，嘿，怎样消比较好？这样好了。来看一下伤害，耶、yeah ！我单张2000万呢，好扯，破亿的伤害。第二关，主要我觉得这个星矢的升华能力，就是搭配星矢当队长的时候做使用，因为它这个升华能力是天降40%的光珠吧？啊，即使光珠你手下没有消耗的话，它还会帮你聚集在底下。就等于让你光珠会更稳定一点。好，那像我那边开上这个艾尔莎，我们光珠更多。哇，这个这样好了。好，我一大坨，天降到13，哇，这光珠数量太扯了。好，这边有7颗光珠，这边我们就开星矢的技能，搭配上艾尔莎。整版光珠一样再送给他，可以。哇，好扯，3把升华剑，这个伤害应该也会很夸张哦。单张5000万，有看错吗？3亿6，好猛啊！然后这个敌方有那个光属性加10%的伤害，有点尴尬，不过。这队的暴力程度应该不用多说吧？开开开，看一下实测加伤害。好，直接第七感开起来。第七感的增伤幅度大概是6倍左右。然后我们来试试看。破亿了，剩10%，是10亿的伤害，有没有？好，那再来是炸，一样炸。好，这边如果说你是开副队长的这个星矢的话，那个伤害会更高。不过我们等一下最后再开就好了。好，那这边一样跟刚才的顺序，天马流星拳，然后两个艾尔莎下去，加上啊，忘记开第七感了。好，没关系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没有开第七感的伤害大概落在哪边，也会有破亿哦，还不错。啊，加上第七感那个伤害应该又往上提升蛮多的。这边想要直接转，给大家看一下直接转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哇，这一次的那个加秒数是不受这个2秒转珠影响的哦，还是有加上去，还不错。这个龙科能力真的是蛮屌的。好，那这队转珠时间大概落在额外加4秒，等于是9秒的转珠时间。好，这边也是来炸个板。好，然后再来开，这个会不会有机会开这个？哇，糟糕，糟糕，这糟糕的感觉。不是吧？好，开这个，早知道直接开这个，我天哪、啊，气死人！好，这样，好，可以，伤害来到了10亿，哇哦！这边一样是开这个星矢的攻击，变身，炸个板，加上。第七感来，再打一波，还敢赌啊？逢赌必输，好，哇，这边有破亿，所以星矢怎么玩呢？简单来讲，就是要靠主动技能的帮助才有办法玩得比较好一点点。好，那这边我们也是这个都开起来，各种开技能，好，他应该要这样转。对，照这个转的话，会比较容易消到所有的升华键。应该说所有升华键都会消得到，所以就等于是这边比较实际的一点点的转法。好，
啊，我想要把那个最后的爆发留在王冠开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这样，我直接转。哎，这样其实有12颗了耶，这版面真的是蛮猛的。哇，我这天降坏掉了，15 combo。312的伤害，好，最后我们把爆发开多一点，像我们可以直接开这个，嘿，有没有？然后再开他的第二季12倍的界王，好，最后这个开下去，再开第七感，哇，不敢想象这个伤害，我们直接来看一下，欸，这个有吧？哦，这天降，这波天降到24，49亿，哇，猛哦猛哦！果然这一队跟我之前分析的差不多，就是他的极限伤害差很多，要开技能那个伤害才会往上去。你那普通平砍的话就很吃版面上面的珠子啊，哇，猛哦！